你的认知都没到那一步，你都想象不到他在经历一些什么事情。我只能说我是属于后者，因为工作上的抱怨当然时常也是会有，可是我更强大的能力是自我消化能力。你说你在国企天天遇见那些很复杂的人际交往的一些事情，难道你做个体经营，然后你去做微商，你不会经历吗？对吧？你直接对 C 对吧，你 to C 你的那些顾客，你的终端顾客一腿，可能你大学出来以后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就业环境，但是现在开始准备吧，也不晚，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第二个点就是，既然你想做自由职业者，你想灵活就业，你想斜杠是吧，那么你就要注重全方位技能的培养。我现在说的斜杠，它斜的不是50%和50%，它斜杠斜的是80%, 80%, 80%。你在你所有想做的事情上面，你的技能一定要点到80%以上，我觉得才是一个基础要求。写作的能力，花艺的能力，策划的能力，点点点点都不是野生技能。对于我来讲，我在上面都是花了钱，要不就花了时间的，有打磨，有练习，时间成本叠的也非常高的。现在的客户不傻，你想选择什么当副业，或者是你现在说我新开始干一个什么事情，他三两句就能看出来你是不是专业的，你有没有干过，你的案例是不是找别的人来在这里充当自己的案例，以及你上游的供货方，你下游的承包的人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韭菜呢肯定是割不了多久了，每个人的认知都在提升的，不仅仅只有你在提升，所有人都在提升。所以说技能，你掌握的东西的能力一定要至少稍高于其他人吧，不然在这么大的一个鱼龙混杂的市场里面，为什么客户要选择你？反正我是什么咖啡、清酒、烘焙什么我都学过，我从小到大就是感兴趣的东西我就会去学，我基本上不太加考虑的，没有时间我就挤时间，没有钱我就问我妈要钱，反正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可以非常自信的告诉你，同一波客户在不同的合作方向上面他们都会用到我，所以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斜杠青年，每一个自由职业者的最终目标。第三个点，好好锻炼你的文案能力，学会包装自己。我现在不是说一定要让你给自己立一个明确的人设，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立这个人设也没什么用，人设要辅助于你要干的事儿。但是好的表达能力、写作能力、沟通能力它是非常重要的。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思想的维度就是你语言的维度，如果你什么都说不出来，你写也写不出来，那么你的这个人的维度其实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我能够脱稿把这些话全部说出来，说明我的脑子里面已经提前全部想到了这方面要怎么样去锻炼。那么以后有时间我会录视频给大家说。但是啊，记住现在这个年代文案是最重要的能力，每一个人都要掌握，尤其是想做自媒体的朋友。第四个点就是永远记住，你是个服务员，你要做好服务，不代表你要放弃你专业的身份，但是你的态度要尽量的谦卑，好好的去服务顾客，积累顾客，让他们尽量不要流失。我把我的客户还是当朋友的，无论他们想不想跟我做朋友，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挺想跟我做朋友的，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好说话的人，我会尽量的把两者之间的距离拉到最小，去为大家排忧解难。但是呢，一旦涉及到雇佣身份，或者是我需要去服务于他们的时候，一定是这个时候态度会更低一些，尽量的就是尊重他们的意愿。第五，如果你完全没有头绪，你现在上着班想找一个副业的朋友，我不推荐你们辞职，这是我一贯的立场。但是我希望你们能从爱好出发，又但是能把爱好当职业的人他真的是非常牛逼的人。爱好和专业这是两回事，中间的鸿沟很大的，你不要太自信了。今天你能插一个花出来，你就觉得牛逼，我现在就是花艺师的，我明天就接活了。这中间真的是有很大可以提升的空间的。但是从爱好去出发，去找你的方向和副业，至少你能够坚持一段时间，你喜欢嘛，对不对？你就不那么计较了，这个大家都知道。最后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多跟做得好的自由职业的朋友去交朋友。因为自由职业者旁边还是自由职业者，所以说他们可能是一个圈子的或者怎么样也好，跟像我这样的人交朋友会给到你一些比较真诚的建议。好，我的建议都给完了，但是我还是要说，我并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你们也可以辩证的去看我说的很多的话，但是我相信我说的话里面也会有至少那么一两点帮助到大家吧。这也是我做自媒体的意义，去分享一些我认为自己总结下来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你去看一份工作，也许它非常的拉胯，但是只要你把闪光的地方吸收到你的三观里头，或者是知识体系里头，
那么最终你会像滚雪人一样滚成一个非常有自我独立意识的一个人。看书也是一样的，就是吸取你有用的观点就行了，但是一定要把它融进你的大脑里面，你才能够从中受益。我每天可能也都会去看很多 B 站的视频，或者是各个平台的视频。有的人说得很好，有的人说得很偏颇，但是说得偏颇的人，他一定也有价值的地方。我不会说，哎呀，那个视频不是我的菜，他就怎么怎么样了。我从来都不会这样子的。如果能刷到我这个视频啊，代表你很有机会和我成为朋友。我也是很欢迎大家跟我互动的。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有问题的朋友是可以给我留言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在到处玩嘛，你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坐店？哎，就是还是有一点冲动的开了一家新店，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咖啡馆的氛围，而且真的坐得住，尤其冬天来暖气以后，我觉得还是可以坐住的。所以，先走着看呗。酸菜米线的口味还是挺酸的哦，非常适合喜欢酸菜的朋友们，我觉得挺好吃的，非常开胃。但是蓉蓉肉夹馍，我等会儿还是带回店里吃吧。因为，我感觉这一个米线我就能吃饱。我硬咬一加一，我可能会有点撑，因为我下午的时候在店里还试吃了我们新的甜品，所以回去店里吃好了。而且这里太暗了，我都是开着手电筒，就手机的手电筒。啊，现在是你要带个手机，你要拍着吃的，说着，老板都觉得你啊，把我吃的撑的，因为这种地子往下一压，把胃一压，感觉就吃的可撑。就是老板就感觉你是来探店，不管你是就是一个什么样路边摊，从来没人来过还是怎么样，就会特别好，服务就特别好。我觉得可能说不上来吧，因为来我们店里面也会有很多女孩拍照，发小红书什么的。我之前说过，都是一视同仁，也不会说是服务的特别好，然后特别殷勤。但是现在探店文化嘛，对吧，很流行。不然像我们这种开在一些院子里啊、厂房里的一些小店，其实也还蛮难被人得知的。回到了明亮的店里面，这家蓉蓉肉夹馍虽然是一般西安是6块，虽然是7块钱，但是肉真的比外面的要多，看见没？专门给大家特写一下。好，小偷，小偷，你吃掉最大那一块，剩下都是我的。就这家肉真的，我来的所有的顾客都说这家蓉蓉夹馍好吃。你们要是来我店里玩的话，我就请大家吃蓉蓉夹馍，好啦。好吧，就让饼干怪 Cookie 给大家说拜拜。记得一定要三连关注哦，我最近掉粉掉得很厉害，我很心痛哦。Hello，大家好，这是云吞。好久没有给大家录做手工的视频了吧，有一个月了吧。然后看面前这四个是什么？是可爱的小盲盒。那我不是一个盲盒中毒的人啊，当然我也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上头。这个就是 Molly 的新娘系列吧，反正一看就知道是顾客结婚要用到的可爱的小玩意。那其实我会用它做成手腕花，小红书上也有这个盲盒手腕花。然后非常多人点赞，然后我的顾客就找到了我，让我帮他定制。那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啊，真的是四个不一样的，哇，好可爱呀，对不对？是不是很可爱？那我相信大家肯定想问我，这立体的东西怎么戴在手上？而且它有重量呀，这可怎么弄呢？就是我们先看一下手腕的宽度啊，其实是可以的啊。对吧？但是它肯定需要一个承托它的东西，以及需要花在旁边围绕着。那么它已经有这么大的体积了，如果再用鲜花、玫瑰啊、桔梗啊、雏菊啊，其实都不太合适。而且这一次呢，顾客也把它带去外地，所以我们跟小红书上一样是用永生花。好的，那我们现在先看一看我会用什么样的东西，就是这个，是不是有一点老土？但是如果是花艺师应该都见过吧？这是一个手腕花的。哇，为什么这么玛丽苏？感觉特别的玛丽苏，对吧？这是个蕾丝的底托，因为很多手腕花大家知道是用铁丝窝的，然后用丝带绑的。那一种呢，丝带它是软的嘛，然后这个又比较重，就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成比例，所以说我们可能会用到它。看见没？哇，为什么会这么可爱，对吧？你当然也需要，你看它的后面都是立体的，你当然也，我觉得还是需要去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那可能就会用到胶枪。关键是这个
做上去以后它可以成为一个纪念品，但是你再把它搞下来，背后可能就会有胶哦。而且刻薄，我这两天已经在家里接收这样的负面信息太多了，我真的觉得我是不是没有朋友，也许成年以后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吧。我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当做一种就是冷嘲热讽，就他们会说啊，云腾疯了，在一个这样的老厂区里开了一家小店，然后投了多少钱，真的是疯了，就一直说这些啊，我真的是受得够够的了，然后我真的觉得我都不知道该去哪里吐槽。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这样。那其实我现在就是已经30岁了，我是有一点点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了。就是如果就是我的观众们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在乎别人，那些都是傻逼，我不会这样想的。就是我会在意别人的看法，这是肯定的。那你对我有好的建议，我一定会接收。如果对我有一些负面的评价，我也会去学习和进步着。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其实之前我不管干什么事情，可能是酒馆也好，花店也好，我觉得身边的人还是以90%的鼓励吧。唯独这一次，也有可能跟疫情有关，大家觉得今年的经济形势不好，你没有必要去投资，没有必要去投入，甚至朋友看你玩火看你们跳，什么之类的吧。但是我真的觉得目前的我还是很需要鼓励。这是一家小店，没有那么大的资金投资能把我给投死，对吧？然后我也相信自己的能力，死了我也能够复苏。所以这条视频我也有很多朋友他们对我关注我的 B 站，就是我想录下来告诉大家，不必用特别特别自己觉得很友善的方式去劝我，然后去，哎，我知道大家不是打击我，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打击我。我现在真的说句真心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打击我，是有意的打击我呢，还是怎么样？我永远希望我身边的朋友好。就是只要他们创业了，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永远希望他们能够成功。就是我不希望他们受任何的风险。但是我觉得我做这一次做这件事情，真的受了太多身边人的这种，我真的很受不了。我真的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朋友，我也怀疑自己的朋友到底都是些什么朋友，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刚刚那些其实都还好，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开店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行，完了你开起来了以后，反正小红书也发了一些了，然后大众点评也发了一些了以后，他就带着他的产品来了，说你不要做这个，你做咖啡你10几块钱往回收，你亏死了，你赶紧把这个店你卖我的这个产品吧，哎，我的这个面膜咋咋好了，然后我的这个什么什么微商品牌啊，省略10000字啊，咋咋好了，你在这边你把你这衣服撤了，然后你搭柜子你卖我的产品，你躺到家里都可以赚20000块钱一个月，这些垃圾就我大家都懂。也许你是学生你现在还不懂，但是你经历过这一切以后，你可能就跟我一样年纪，你就懂了，这些人就会突然的出现，然后他就觉得你要跟他合作了，你必须得卖他的产品了，然后你是实体店，然后你兼职一个线上的微商，你才能够赚得盆满钵满了。就哇，我感觉我脑袋都要爆炸了。包括那个隔壁的邻居什么之类的，都把东西拿过来说能不能把这个产品放到你店里卖啊。但是我开业的时候，我跟他们聊这个概念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不行，这地方不行，然后顾客质量不行，什么都不行。但是你开起来了，你现在还没有盈利，他们就把他们的东西全部端来了啊，让你卖微商的品牌啊，让你在这个地方就是卖一些跟你自己。Hello， 大家好，这是云吞。然后今天呢，出来吃一个好吃的，也是朋友给我推荐的。今天所以我就把我的咖啡馆提前打烊了半个小时，然后来到了这个是西安的体育馆东路，然后一家什么店呢？给大家看一下。当当当当，就是这一家龙吉屋徒手烧，然后它是一个徒手烧的专门店。那我们进来看一下吧。谢谢。店其实不是很大，但是做得很满哦。然后我也准备就坐了。熊飞，你还有需要吗？我们刚刚已经准备点科尔必斯和你们的生啤了。好的，它这种的话，它是威士忌酒加苏打水。好的，好的。好的。干姜嗨棒的话，就是把苏打水提灌成为干姜汽水。然后我们这边选用的干姜汽水的话，会偏甜一点，风味还不错。哦。然后我们这边主要做左手烧，它是一个大阪的味增料理，主要对大阪风味的哦。主要以牛筋串为主。
Okay. 然后像红烧肉到浓郁式的话，我们会用高汤给它入一个味道，然后再用味增去调味。好的。像这部分的话，它会比较像那个关东煮，关东煮基于关东煮之上的一个东西。右边的话是炸的东西，我们就先把它炸过一遍，之后再用味增来调味。哦。然后除了白葱跟洋葱以外，我们上面都会撒小葱。好的。所以如果不吃小葱的话，跟我们说一下。好的。我们的这个炸鸡外面有包一层紫苏叶，然后大家评价还蛮好的。好的。另外春卷跟煎饺的话是我们自己包的。好的。春卷是大虾加小虾，然后煎饺的话是白菜猪肉馅。好的。柚子胡麻豆腐的话是我们这边自创的一个柚子口味。好的好的。好，锅物介绍一下。三款火锅，盐鸡锅、相扑锅、寿点烧。这个就是盐鸡锅，就是跟它的名字是一样的。相扑锅的话是味增猪五花的。寿喜烧的话就是酱油牛肉。好的，好了，就是主要是这些，对不对？对。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是从日本大阪回来以后想做这个，还是？是的。是从哪啊？我在京都生活了两年，然后我们厨师的话在日本是待了15年。好的，你是老板吗？是的。好的，好的，谢谢老板。给他的，我觉得他的这个装修设计很紧凑，也很温暖，虽然不是很大。哦，这里有陈列一些可爱的，可能是因为刚刚也有听说嘛，老板有在日本待好几年，然后厨师有待15年，有一些，这个是一个，如果没记错，对，是个生酒，去年的时候我有喝过这一款，然后他也有摆一些酒，我觉得应该是店里有卖吧，但是我今天不喝酒。然后这块有一些做海报的脚瓶，然后这款我也是喝过的。英军很好喝哦，我之前有专门发过，就是品鉴会，然后有喝到几款英军，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OK， 那我们一会儿来试一试味道怎么样吧。因为像这样子的小店呢，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但是主要还是看风味。怎么样？这个酒怎么样？札幌生啤，来自北海道。看起来是很清爽的啤酒。菜还没有上就已经喝了这么多，兴奋的搓手手。应该没有很高的度数吧？感觉在。对我来说像喝水，对你来说像喝水一样。好的，很解腻的那种，很清爽。对，因为吃主物可能就比较适合喝清爽一些的啤酒，对不对啊，这位美女？我马上就要晕了。她马上就晕了。好的，就三度的量居然还喝。注意一下我的包装手法，我一直有给学生强调，包装花束这件事情是百无禁忌的，没有什么花束需要用同样的方法包装。首先你的花扎的也不一样，你的花束不一样，你的包装纸也不一样，你的尺寸也不一样，你的质感也不一样，我们不需要都用一样的方法啊。 OK， 感受一下，对不对？那这样就是两张了，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再裁两张。注意再裁的这两张，因为要放到花束的正前方，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长了啊，大概这么长就够了。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哦，有，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裁纸这个过程的，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比如说第二天要包好多个这个的时候，我第一天晚上我先把纸裁好，我觉得裁纸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OK， 刚刚这两个啊，继续，我们把它握紧。在这里解答大家一个问题，因为我也不爱每包一层纸就固定一下啊，但前提还是你这些东西能够稳定的固定住。然后这个纸啊，折一下，这个是要放到前面的。大家可以发现我包纸真的很随意，我就是随便一折，因为你包装花束包的多了，你的手会有惯性，所以就是知道该怎么折。
那在很多初学者那里，包装花束简直不要太难，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折纸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因为包的不够多，所以说觉得自己花束包的不好的朋友，就是玩命的包，疯狂的练习，最终会找到手和纸之间的那种感觉。OK， 有没有看见这样的感觉，对吧？然后，但是在下面很丑哦，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再一张纸把它整个的包裹住。好的，这个苹果就跟吸血鬼一样躺在这儿。OK， 下一步我们刚刚我说这块很丑，对不对？那我们会再来一张纸，它会更长一些，整体的在后方把它合上。OK， 像这样，它的前面包裹起来，让它看起来更加的规整一些。那刚刚也有说到啊，就是很多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上我的线上花艺课，大家都知道，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今年有开大概大半年的线上花艺课的群，我有时候会给顾客录，不是顾客，就给学员录一些视频。那我觉得大家会说啊，这里看不懂，那里看不懂。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看不懂那是非常正常的，你没做呀，就是你得边做边看，你才能感受，你才能触摸，你光就这个看，那当然看不懂是很正常的啊。所以说花艺这种东西我觉得也是个熟练工，你一定要去认真的去做。还有我的朋友跟乒乓球一样，等会儿要用胶枪固定一下这个球。还有我的学生说啊，老师我觉得你那个系丝带那个视频我也看不懂。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你不做看不懂是很正常的啊，做了又还看不懂，那可能就是真的是我没录好。但是呢，你光看一个视频要去说懂不懂，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很难的啊。任何东西做手工类型的东西都不是看了就会的，当你做的时候都会有另外一番的体验。 OK， 这个丝带先这样系上。好的， OK，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球用胶枪先固定一下。好，我固定好了再给大家看。好了，一个苹果花束就做好了。它的发夹是用胶枪粘上去的，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难度啊。这个也只是一个圣诞的球，用丝带绑在上面打了个蝴蝶结，然后两只，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一会儿来个特写给大家看看。大家好，这里是云吞，然后我现在在吃朋友送来的一个非常好吃的擀面皮，这个是我今天自己用苹果橙子肉桂那些做的热红酒，然后一会儿就要给大家再次用苹果整个活，成品就在这放着，刚我已经做了一个了，哎，撞到桌子，然后我现在给大家再录一个制作过程吧，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哎，说到圣诞节就是不停地用苹果做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这上面这一堆是小发夹哦，等会会把它的具体的固定过程给大家录制一下。好，我们来讲一下做一个苹果花束需要哪些材料。首先苹果是绝对不能少的，然后呢刚刚也看见有一堆兔耳朵，这是一个发夹啊。今年圣诞节已经快到了，做不了的朋友明年圣诞节继续做啊，这个东西是永恒都会流行的。然后呢，去年不知道大家看了我的视频没有，我的视频里面有用这个苹果做花束的一个视频，但是是用一根竹签从下面捅进去的。今年呢我们就不需要那根竹签了，我们直接用今年流行的方法，这是一张玻璃纸，透明的玻璃纸，然后把苹果放在里面，像这样。我们会用这一张玻璃纸去取代竹签的作用，就是固定它。首先玻璃纸有延长部分的位置，大家注意整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捏紧这个玻璃纸啊。然后我们用到这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褶皱纱把苹果固定好，还是一样向上向上向上捏到最紧
啊，然后我们再用这样子的拉架带去整个把它固定住。一样啊，拉高，拉架带固定的位置应该是最靠近苹果根部的。嗯，这已经第三根了，到底有没有一根好的？我感觉拉架带这个东西买上几个月你不用它会失效，哎，这个应该是好的。 OK， 把它固定住，拉紧。 OK， 再把沙稍微往上扯一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苹果还是摇摇晃晃的，对不对？好，第一个就是里面的玻璃纸，你要把它往外抽一下，还有就是纸的支撑力还没有达到最强，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包装纸，所以它支撑力并没有达到最强。好，我们接着走下一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包了一层玻璃纸，一层褶皱纱了，对吧？然后下一步，这个纸是我最近很喜欢用的一种纸啊，它叫卡芬纸。如果已经开花店的朋友，没有用过这种纸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我还挺喜欢的。然后一样，同样的啊，继续在外面加。就像包小花束一样，继续在外面加。好。当你外层加的纸越来越多，同时你时不时的要注意拉一下里面的玻璃纸。你的苹果就不会再乱晃了啊。然后这一步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一个拉架带去把它固定住。现在这个苹果呢，就是包了网纱，又包了这外面这一层纸以后，它已经固定住了。那也就是说，下面这一堆这些纸，垂直的这些纸就起到了像竹签一样的作用，懂吗？所以今年流行用玻璃纸先把苹果包起来以后，然后再在外面包装，这样可以不用弄到那根竹签，因为竹签插进去它还是会晃的。还有很多固定器，什么苹果太空舱，相信做花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今年有很多这样子的物料，但是我个人感觉都不是很好用啊。然后我们把弄好的苹果先放到一边，这些可爱的小东西都放到一边，我们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了，就是裁纸。但是今年真的就是去伪存真了，我希望能够更真诚更真实的去度过我的明年，就是为我忠诚的粉丝和顾客服务，然后和大家更为真心的互动，减少不必要的无效沟通吧。因为今年的我刚刚也有说到，就是体感上和精神上的体感真的非常快，嗖的一下就过去了。我自从开了这家店，我真的就是早上就来，晚上就回，然后就睡觉，就是这样子周而复始，非常快，就跟上班一样。我没有觉得难熬，也没有觉得看店很苦，以前往往会觉得看店很苦，现在就不会。如果我要是有更多的时间，我就录录视频跟大家聊聊天。所以我对我明年2021年的希望还是一个字吧，就是真，真实的真。无论情况是好是坏，只要它是真实的就行，更真实的去努力。然后希望看视频的每一个人也都一样，当然也希望疫情不要反复，但是如果反复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更真实更勇敢的去面对。那面对很多无论是想要找我学花艺啊，还是想要自己创业开花店的，因为就是我 B 站的粉丝这个群体非常多的朋友，我还是刚刚也有说过，不要去找10000个失败的理由，那是长辈一定会为你做到的，他绝对是老生常谈。但是作为年轻人没有这方面实践的勇气的话，那你的很多东西都消失了。如果每天都在谈自己害怕什么和恐惧什么的话，也会比较举步维艰。希望大家能够从我这个不稳定的个体身上汲取到更多的勇气。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想要互动的东西，欢迎大家给我留言。今天就到这里了。可能到新年之前也未必会更新视频了，但是我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好了，今天视频就在这里，谢谢大家今年的关注、点赞和一切。然后我 B 站的粉丝其实粘性也还挺好的，大部分也都有我的微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去到大家的城市跟大家
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这一点对我来讲很重要，我要做真实的朋友。好了，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拜拜。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云吞。然后我现在在吃朋友送来的一个非常好吃的擀面皮，这个是我今天自己用苹果、橙子、肉桂那些做的热红酒。然后一会儿就要给大家再次用苹果整个活，成品就在这放着。刚我已经做了一个了，哎，撞到桌子。然后我现在给大家再录一个制作过程吧，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哎，说到圣诞节，就是不停的用苹果做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这上面这一堆是小发夹哦，等我会把它的具体的固定过程给大家录制一下。好，我们来讲一下做一个苹果花束需要哪些材料。首先，苹果是绝对不能少的。然后呢，刚刚也看见有一堆兔耳朵，这是一个发夹。今年圣诞节已经快到了，做不了的朋友明年圣诞节继续做啊，这个东西是永恒都会流行的。然后呢，去年不知道大家看了我的视频没有，我的视频里面有用这个苹果做花束的一个视频，但是是用一根竹签从下面捅进去的。今年呢，我们就不需要那根竹签了，我们直接用今年流行的方法。这是一张玻璃纸，透明的玻璃纸，然后把苹果放在里面。像这样，我们会用这一张玻璃纸去取代竹签的作用，就是固定它。首先，玻璃纸有延长部分的位置，大家注意，整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捏紧这个玻璃纸啊。然后我们用到这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褶皱纱，把苹果固定好，还是一样向上向上向上捏到最紧啊。然后我们再用这样子的拉架带去整个把它固定住。一样啊，拉高，拉架带固定的位置应该是最靠近苹果根部的。这已经第三根了，到底有没有一根好的？我感觉拉架带这个东西买上几个月你不用。所以虽然是后疫情时代，但是还是值得尝试的啊。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我这个人啊不是太会考虑就是非常多的因素，因为你要仔细想一想开始一件事情，你要硬去找借口，也不能说借口吧，就是硬去找失败的理由，至少能找出来1000个，对吧？那就好像你找你自己会突然死亡的原因一样，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会先看好的地方，我找合伙人也是一样，先看好的地方，先看共同付出的地方，就是不看那些矛盾点。那随着年龄的进，就是年龄的进步，年纪越来越大，我现在已经真的不是太会在意就是很细节的东西了，就是大体上我们看共同的付出，然后看共同的进步就行。开店也是一样的。最后就聊一聊2020年我心态上的转变吧。我觉得我今年因为经济原因，然后钱也都投到这个小店里头了，就是我的消费是有在降级的，然后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情。那以往买一些大牌的包包什么之类的那个就越来越少了，在降低，但是我也变得更不爱比较了。其实我的个性一直都不是特别爱攀比，然后我现在就更不爱攀比了。今年的整体的心态就是珍惜眼前人，然后更真诚的去面对身边人吧。就是虚假的玩闹那种场面上的朋友，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会有一些社交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今年心态变化其实挺大的，可能也是因为到了30岁的原因吧。我觉得就是真实的苦、真实的开心、真实的喜怒哀乐对于我来讲比较重要，那我也会更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情况，去做出努力，更加脚踏实地。其实了解我的粉丝应该都知道，我这个人还是挺务实的，我本身就是金牛座嘛，然后我给朋友提的建议也是非常一针见血的，但是难免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假想啊，然后有一些筑梦啊，然后有一些虚假繁荣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但是今年真的就是去伪存真了，
我希望能够更真诚更真实的去度过我的明年，就是为我忠诚的粉丝和顾客服务，然后和大家更为真心的互动，减少不必要的无效沟通吧。因为今年的我刚刚也有说到，就是体感上和精神上的体感真的非常快，嗖的一下就过去了。我自从开了家店，我真的就是早上就来，晚上就回，然后就睡觉，就是这样子周而复始，非常快，就跟上班一样。我没有觉得难熬，也没有觉得看店很苦，以前往往会觉得看店很苦，现在就不会。如果我要是有更多的时间，我就录录视频跟大家聊聊天。所以我对我明年2021年的希望还是一个字吧，就是真，真实的真。无论情况是好是坏，只要它是真实的就行，更真实的去努力。然后希望看视频的每一个人也都一样，当然也希望疫情不要反复，但是如果反复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更真实更勇敢的去面对。那面对很多无论是想要找我学花艺啊，还是想要自己创业开花店的，因为就是我 B 站的粉丝这个群体非常多的朋友，我还是刚刚也有说过，不要去找10000个失败的理由，那是长辈一定会为你做到的，他绝对是老生常谈。但是作为年轻人，没有这方面实践的勇气的话，那你的很多东西都消失了。如果每天都在谈自己害怕什么和恐惧什么的话，也会比较举步维艰。希望大家能够从我这个不稳定的个体身上汲取到更多的勇气。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想要互动的东西，欢迎大家给我留言。今天就到这里了，可能到新年之前也未必会更新视频了，但是我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好了，今天视频就在这里，谢谢大家今年的关注点赞和一切。然后我 B 站的粉丝其实粘性也还挺好的，大部分也都有我的微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去到大家的城市跟大家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这一点对我来讲很重要，我要做真实的朋友。好了，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拜拜。就做了这一家小小的 Signal， 然后从装修到开店大概2个月的过程吧，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就正式营业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今年的新的方向，然后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很佩服我的勇气，在这个所谓的后疫情年代还敢创业，就是把自己的积蓄投进来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实体店这件事情它是有必要的，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现在很少在网上买衣服了，然后我也更倾向于有时间的时候然后去光顾朋友的咖啡馆，然后做一个比较，因为现在的咖啡馆是一个比较社群型的店铺，就是好友啊三五好友经常聚会的这种，离我家也很近，但是地理位置不能算是特别好。不过这种店呢就是要养一养，觉得还是有机会的。那我这个人不是一个特别听劝的人，而且做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着急，所以说从看好到开店真的就是1个月的时间，就决定吧，一周就决定开业了，然后和我的合伙人，所以就是算是今年也有一个新的方向，明年也会有一个努力的方向。那朋友还有我的学生都会问到我说，云通老师你怕不怕万一亏本，万一疫情反复，有很多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不要做假设，刚刚也说到了，我觉得实体经济永远都是有意义的，它不会被就是线上完全冲垮。而且像这种线上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社群类的店铺，它会线上线下结合的更紧密一些，为一些比较稳定的粉丝群体去做服务，我觉得其实挺好的。而且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我觉得它比较类似于一个线下的 workshop 再加上就是实体，然后能做简单的咖啡和饮品，然后共三五好友聊聊天这种，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好。我没有觉得它会有太大的风险，因为投资真的不会很大，所以虽然是后疫情时代，但是还是值得尝试的啊。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我这个人啊不是太会考虑就是非常多的因素，因为你要仔细想一想开始一件事情，你要硬去找借口，也不能说借口吧，就是硬去找失败的理由，至少能找出来1000个，对吧？那就好像你找你自己会突然死亡的原因一样，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会先看好的地方，
我找合伙人也是一样，先看好的地方，先看共同付出的地方，就是不看那些矛盾点。那随着年龄的进，就是年龄的进步，年纪越来越大，我现在已经真的不是太会在意就是很细节的东西了，就是大体上我们看共同的付出，然后看共同的进步就行。开店也是一样的。最后就聊一聊2020年我心态上的转变吧。我觉得我今年因为经济原因，然后钱也都投到这个小店里头了，就是我的消费是有在降级的，然后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情。那以往买一些大牌的包包什么之类的那个就越来越少了，在降低，但是我也变得更不爱比较了。那其实我的个性一直都不是特别爱攀比，然后我现在就更不爱攀比了。那今年的整体的心态就是珍惜眼前人，然后更真诚的去面对身边人吧。就是虚假的玩闹那种场面上的朋友，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会有一些社交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今年心态变化其实挺大的，可能也是因为到了30岁的原因吧。我觉得就是真实的苦、真实的开心、真实的喜怒哀乐对于我来讲比较重要。那我也会更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情况，去做出努力，更加脚踏实地。其实了解我的粉丝应该都知道，我这个人还是挺务实的。我本身就是金牛座嘛，然后我给朋友提的建议也是非常一针见血的，但是难免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假想啊，然后有一些筑梦啊，然后有一些虚假繁荣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但是今年真的就是去伪存真了，我希望能够更真诚、更真实的去度过我的明年，就是为我忠诚的粉丝和顾客服务，然后和大家更为真心的互动，减少不必要的无效沟通吧。因为开店成功吧，这么跟你说，因为我说了，自学没有标准，你的标准来源于你自己，你还是需要一个在行业里有很多年经验的人去告诉你，怎么样是合适的，怎么样对你是合适的，其实不分好坏。所以完全就很多很多 B 站的小伙伴向我发问，就是我自学能不能开店，这个问题我给的答案绝对是 no。 至于是为什么，看看我以前的视频，看看我上个视频，我都有专门说到啊。然后如果你要选择找肖老师，就是我本人来学习的话，那我建议你先加我的微信，然后了解我一段时间啊，因为我这个人还是话唠，朋友圈也发的比较勤，那了解我以后再说。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经常录一些视频，我如果有时间的话会经常录一些视频，当然如果杠精特别多的话也会消磨我的意志，因为这完全是用爱发电啊，用爱在发电，懂吗？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保持对行业的好奇心，然后提升自己的认知，保持热爱。但是我昨天也有说，就是在我的朋友圈有 po 一条，就是热爱这件事情不适合娇弱者，热爱这件事情适合战士。我今天从早做画做到晚上，一秒钟都没有停歇过，只吃了一口饭。热爱适合战士啊，花艺也是服务行业。那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一键三连。嗯，拜拜。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I'll 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云吞。然后今天已经是12月26号了。大家有没有觉得2020年过得非常快？然后圣诞节也没有什么圣诞气息，就这么平稳的度过了。然后离2021年只有不到几天了，所以呢，我也录一个视频做做我的年终总结吧。今年因为疫情的情况，上半年我的工作基本上是停滞状态的，但是我也因祸得福，就是建了几个群做线上花艺的教学，然后认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主要的来源呢都是 B 站，然后我有放我的二维码嘛，所以说很多人加我。然后我觉得交友真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因为每个人的烦恼啊，每个人的状态呀，每个人的情况啊，就是都不一样。然后在学习和聊天和互动的过程中，真的可以让自己也变得逐渐丰满起来。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我非常喜欢交朋友，
然后 B 站的年龄层可能会整体偏低一些，但是大家都是非常开朗，而且是真的很热爱花艺，所以我觉得今年上半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建了几个花艺学习的线上群，真的是认识了很多朋友。但是呢，下半年因为开了新店，所以我现在没有时间再在线上授课了。明年过年之后，也许我会继续授课。有很多人会私信我说为什么不开了，为什么不继续上课了？因为下半年真的比较忙一些，所以说也许明年会有，所以大家持续关注着。这个是我今年上半年最大的收获。然后年终的时候，其实应该不能说是年终的时候，基本上三八妇女节，然后520，然后情人节是完全没有赶上的。然后往后走的几个节日啊，包括教师节、七夕一般，就是这几个节日呢，花艺在逐渐的复苏，其实还是有比较向好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变化，就是顾客的订单从就价位在降低，就是它有它的整体预算在降低，所以利润是在降低的。除非你能够把你的客单的数量提升起来，可能还能好做一些。所以整体来讲，今年的花艺的情况就是非常一般，没有特别大的突破，也没有往年那么的热络，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然后下半年其实从夏天开始呢，我就有跟我的朋友一起在家附近看店，因为我想做一家小cafe，然后可能会加上服装花艺这些。然后因为入冬以后花艺也不能算是旺季嘛，那明年春天的时候可以把花艺课程还有很多东西带起来，所以说先找好店铺做好准备，然后就有了一个新的创业方向。然后我就把我的精力从家居店抽出来了以后，3、4、5、6、7、8线啊，然后县城啊，然后乡村的一些想要开花店的学生放到一起上课，还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包括这个客户群体也是有差异的，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不对？你在北京开花店和你在某一个城市的3、4线的县城和村里去做这个事情，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那你的客户群不一样，的产品线不一样，你面对顾客的话术不一样，然后你的报价也不一样，然后各种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这种其实是我个人感觉是一对一私教的一个优势啊。当然这个话题其实对于我来讲是比较敏感，我觉得我也不想说太多，但是就是我的一个看法吧。好，那其实刚刚说到的那个问题就是一个差异性的问题，因为点对点的一对一的私教可以跟你更好的去聊这个话题，我有很多时间都是在跟学生的聊天中度过的，我要了解一下你的想法，然后你的城市，如果就是我也可以去到你那个城市啊，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后续再说的。因为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很多花艺学校和花艺老师来讲，服务和教学应该是延续性的，这个很重要，就是不是说上完这个课我只是希望你不停，我只是有客服不停的劝你不停的来报课升级啊，也不是这样子。我当然希望你不要不停的来，我希望你回去以后有自己的学习和自己的方法论，能够自学和进步。我在线上辅助你也好，还是去到你的城市帮助你也罢，就是我希望这个事情不用这样不停的来来回回。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个人看法，对吧？我再说一遍，我的 B 站频道，我的视频，我想说什么说什么，我表达我自己啊，尊重我的表达，然后你是怎么想的我也尊重你的想法，不用杠来杠去的啊。我其实今年视频更新的很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讨厌杠精，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最正确的方式就是你表达你的，我尊重你的表达，但你也得尊重我有我的看法，这样子就可以了，对吧？个人频道呢各抒己见。 OK， 继续说。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很多学生很多朋友啊会问我啊，哪个花艺学校好哪个花艺学校差，就希望我能给他们指一条明确的路和一个明确的选择。我觉得你还是要了解一下你自己吧，对吧？你这个主观能动性都没有发挥出来呢，对不对？你是不是应该自己去询下价，微博找一找，微信看一看，然后花艺学校你去试个课，现在都有试听课，你了解一下。或者你喜欢那个花艺师，你加了他的微信以后，你了解上他半年，你认知一下花艺这个行业，然后你觉得这个人 OK 不错，审美也不错，教学质量也高，作品也过得去啊，然后你再去找他，对吧？就是这些东西是你要付出一些了解的行为的，而不是指望着一个花艺师给你说我觉得那个学校 OK， 我觉得这个学校 OK。
因为现在据我想所知啊，华语学校已经做成了那种 MBA 圈层学校了，就还有什么就是我就是老板班啊、总裁班之类的这些东西，可能教你管理，对吧？那你啥都不会也无所谓，对吧？你可以当老板去招华语师啊，对吧？有很多种模式，所以你了解自己，要了解这种各种各样的模式，其实才能让你更好的去干这个行业吧。我觉得很多年纪比较轻的学生，最重要的是不了解自己，只知道自己喜欢这个行业，喜欢这个行业是很重要的，但是喜欢这个行业并不代表你一定会成功。 OK， 那就说到这里吧。我以后不会给大家再推荐华语学校了，因为其实有点不负责任啊。因为要了解你的需求，了解你所处的处境，再去分析一个华语学校是比较负责的，但是这是我在为你服务，那我不可能为每个陌生人都服务，对不对？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如果你真的加了我的微信，然后连珠炮式的发问的话，我是有权利不回答你的啊，就是给大家强调一下。那最后呢，我还是说一下，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大浪淘沙的，光带着喜爱进来是不行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强对行业的认知，然后再去选择学校啊，选择老师啊。另外最后再说一下，自学是万万不可的，自学是 OK 的，完全 OK 的，但自学很难让你就是开业。Hello， 大家好，这是云吞，然后我也有段时间没有录过这种聊天式的视频了。今天是5月8号，是我31岁的生日，谢谢大家对我的生日祝福。然后明天是母亲节，所以我的生日是提前过了的。然后今天一直都在忙花艺的事情，就是真的比较忙一些。然后大家一定要给妈妈送礼物哦，就是要发自内心的送，不要应付式的送，当然送花是最好的。我一直也有说，就是母亲节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对于作为花艺师的我来讲是一个大节，包括三八妇女节和教师节这种节日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大节，因为我的男性顾客不是特别多，女性顾客占了很大的比例。那么其实整个4月份呢，我都是有在上线下的花艺课的。首先春天非常适合上花艺课，然后我的花艺课也是1:1的，就是有很多从外地飞过来或者坐火车过来上我的花艺课的学生们。那么其实从这个频繁的上课这件事情，我有总结几个经验点吧，就是把我一直以来的一些认知总结下来了，然后一直想录视频，但实在是就是真的是又懒又忙，对，就是主要还是懒。但是我怎么说呢，就今天特别忙，然后忙到这会儿就7-8点了，我已经就无所谓了，所以今天把这个视频一录，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关于花艺学习的我最近的几个想法。因为其实我也在进步，我也在成长，所以关于花艺的学习其实我是有一些新的看法。为了避免就是话越说越多，然后又把视频录上10分钟，所以我还是言简意赅的说一下吧。就是第一个，有很多学生会问到我学几天的花艺课到底能不能开花店啊。我这么给大家说吧，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也在我的朋友圈，也在跟学生聊天中经常提到的一个点，就是花艺的技巧也许可以速成，就是如果你的领悟能力特别的厉害，然后你动手能力也特别强，什么也不错情况下也许可以速成，但是你对花艺这个行业的认知是需要积累的。如果你根本就没有关注过花艺这个行业，你想在7天之内或者是5天之内或者是3天之内，不管是几天之内吧，你想要了解整个花艺行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一个行业的认知非常重要，才是你能够开花店你能不能挣钱能不能盈利的一个重要前提，对吧？我花做得再好，但是我没有顾客群体，我没有进货渠道，我不了解花艺这个行业，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报价，然后我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其实是很难盈利的啊。开花店和做一个花艺爱好者是不一样的。听叮咚叮咚叮咚，我的手机还在不停的接母亲节的订单啊，就是我的语速会快一些，一会儿还要回复微信，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点非常重要。那我有学生这一次来过上海的女孩，然后她是在线上的花店还有工作室形式，然后还有那种沿街的花店都有实习过一段时间，然后再来找我学花艺。那他其实就是已经积累了一些对这个行业的认知了，包括进货渠道他自己也打通了，也大概知道他以前的老板啊，他以前的就是不能说领导吧，就是作为花艺师助理，他的花艺师是怎么工作的一个流程，他也认知了很多种花材，所以他基本上已经有了
很强的认知，他再来锻炼一下技术，再系统性的学习一下，对他来讲提升会非常大。那你完全什么也不知道，向日葵和康乃馨都分不清，然后你上再优质的课程，对于你来讲我觉得都是速度填鸭式的。所以还是时间花在哪哪好，这一个就是硬道理。那如果你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花艺，了解这个花店这个行业，我觉得你再去进行这种就是速成性的学习，可能你会领悟的更深一些。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学的这些内容啊，其实每个花艺学校每个花艺师的一对一的培训啊，还有私教啊，其实都是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之前也强调过，我这次再重复一下，作为一张白纸来讲，嗯，其实大同小异。因为你能够就是在几天之内吸纳的知识就那么多，对吧？那你其实能够，你这块海绵就只能吸那么多水了。他把课程给你安排成七天学做50个东西，对于你来讲你其实也有点应接不暇，这种感觉其实是不好的，对吧？然后再说下一个点吧。下一个点是我个人的感觉啊，我不太会把一线城市来的就是孩子，不好意思我也很年轻，就是学生，就是和那种就是还跟学生聊到了一个点，就是现在有很多论调，包括我在小红书上看见很多人分享的视频，他会说到不专业的人才能盈利，真正专业的人都倾心于艺术性里面，他就很难盈利，他就每天都在想学习提升，然后他就很难去打造个人 IP 也好啊，做一些社交账号也好啊，或者是广告营销也好，他的心思放不到那上面去，他的专业度打满了，他就很难再给自己叠加别的营销上面的 buff， 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有对和不对，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你在前期，那现在我只能拿花艺去做大家的一个案例了。在前期一定要考虑自己的专业度，就是你把爱好转化成你要盈利的一个方向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自己的专业度。如果你不够专业，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很多朋友他们仅仅只是花艺爱好者，差的话都比很多路边的花店所谓的花艺师要强得多，因为他们在很漫长的过程中就是把这个当成爱好，买花就是为了美，为了自己快乐，为了取悦自己，他更纯粹的体会到那种美啊，然后他也习惯于这种美，所以他的审美其实是我觉得更全面更强大一些吧。其实录这个视频啊，是因为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还有加到我的微信问我说，就是学花艺的费用其实挺高的啊，就不仅仅学花艺啊，就是可能我现在想学一个法餐，或者我想学一个什么东西，这个爱好然后它的费用挺高的，那我要怎么办？我现在可能是办法没有这么多积蓄，我还是个学生什么之类的。那云吞就告诉你，你先努力搞钱，然后你把它真正当做爱好。什么意思？其实学习的途径很多元，对不对？在你拿不出一个就是预算去学习，系统性的学习，正式的学习它的时候，你把它当做纯粹。刚刚手机没电了，接着说啊，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个纯粹的爱好去学习，然后你可以买书啊，对吧？你可以上视频网站去了解一下，但是这个专业度的系统性的学习，它一定要是你的一个目标，就是短期内的目标，你要努力工作去挣钱，然后去学。其实爱好没有那么难，如果你不用它主力的话，它没有那么难，你就是喜欢花艺啊，对吧？那你就多买花啊，自己每天，对吧？也不是每天了，就是每周买一次花，处理一下，然后。